哈喽，好，欢迎来到九三二四小时糗子真有颜值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节目主播妹雅。大家左上角五四五九嗨边预约可以预约一下，喜欢主播可以点下右下角直播室通知勾勾，手机户左上角黄色桃心可以点击一下，然后免费鲜花可以送一送，桃心点一点，咱们先跳第一支舞。好久那个没有来轮麦了，然后因为好久没直播，然后稍微有点胖，你们不要介意，稍微有点胖你们不要介意啊，等我跳一跳就瘦了，跳一跳就瘦了，别慌，嗯，然后那个大家点点关注吧，点点关注，让我稍微休息一下，因为好久没有跳舞了，就是因为好久没有直播，所以就是比较累。大家把右下角直播室通知勾一下，
手机或者左上角黄色桃心，大家帮忙点一点。然后这里那个桃心，哥们，咱能先破个500吗？跳了一个舞了，才13个。跳这么多，怎么才13个？他是卡住是点不了的吗？多余了，算了。多余了，多余了，多余了。那咱们看一眼下一个跳什么呢？对，确实比前段时间胖了一点，我减一减肥，你们等我。然后咱们再跳一个什么呢？跳个 baby 吗？跳 baby 吧，奶奶，我多高？1.73米。咱们跳这个吧。新卡住了，咱们就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就是什么来着，胖的事情了是吗？谢谢夏人，谢谢夏啊大哥，谢谢。比起胖的事儿挺扎心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比起胖的事有话咱们好说嘛。然后为什么说是那个清一色的牛仔裤呢？
是因为现在官方不能穿短裤，你们想看短裤，想看腿呢，就是咱们可以点关注去我直播间看呢，直播间就能穿短裤了呀，你看腿的，嗯。那个，所以呢，咱们把关注点一点，然后回直播间你们就能看腿了，不带牛仔裤的就能看白腿了。嗯，咱们把关注点点，右下角这不是通知顾客下面有个框，对吧？然后手机用户早上找黄色淘金，咱们点一点，回直播间想看什么腿看什么腿，是吧？那不要诱惑你啊，回直播间嘛，对不对？跟我回家。然后咱们再跳一个什么呢？还有4分钟的时间，我找音乐呀。我那个题板，那个，因为好久没直播了，题板不知道扔哪儿去了，等我一会儿找一找。所以咱们就先再跳一个，你们想看慢的还是快的呢？慢的还是快的？慢的扣一，快的扣二，我看慢的还是多，快的还是多？慢的扣一，快的扣二。去，等一下，我截个屏吧。要不然就是挺不公平的，是不是？来，3、2、1，啊，果然是快的，多余了，多余了，多余了，这个截屏截的多余了，让我找一个音乐吧。好像现在好多舞都进了，那咱们跳个什么呢？嗯，找一下。这个，场控这个能跳吗？这个能跳吗？麻烦私信一下吗？谢谢那个，能跳吗？